开始看戏，看一号是不是你的新娘嘞？哎呀，北当署长，感觉一号不是，安尼二号到底是不是嘞？我嘛唔是，即马行到三号才来啊！看到一位新娘，目睭对你充满着真心真意。妹妹，感谢你啊！既然我都已经决定要娶湘琪，对付这些人，我的心内都不应该再想别人。我即摆是确定，即摆徛伫我身躯边的，就是我今仔日的新娘韩湘琪。啊，今仔新郎已经决定啦，咱即摆就揭晓答案，咱就请咱一号新娘将你的神秘的面具摕出来。造出来，哪里妹妹？二号，请揭晓。Hello, everybody。阿奶连这只阿皮也造来啊！打一罐张明，伊说明来到老年节。大家请咱三号新娘将伊神秘的面具拿来，看伊的真面目。新娘才徛起，刚刚在这个时阵，你嘛要跟我抢走新娘是？无人想要跟你抢走新娘，我今仔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拆破你这双面头鬼的假面皮。你已经走投无路啊！是搁要走去倒位啊？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北大的，我跟你讲，
时阵哦，你就倒来坐，你倒来坐，你你遐坐好。哎呦，我就是惊你去骗，所以咪出这个怪招。你忍耐些，待会就知发生什么代志啊！好。啊！哇，鬼耶！是假药，到人挑高一假费用，家己变卖啦。但这老乡好奇怪嘞，这甘肃本来就无奇不有，还派你当个搞交啦，你这。小七，叶斌，三米，你听我讲好不？白当署长，其实俺小七叶斌早就已经好啊，燕桂有特别好，你有罪恶感。所以得串同杨志远，这次给面回去陪你。这个就是进前伊面顶迄个疤，因为着要侮辱我妈伤害伊，所以得搁一遍串同杨志远，做这个搁较大的疤。只要用这件代志来威胁我，叫我一定要死心，要跟你保持距离，甚至一世人不能跟你见面。杨志远，还没跟我讲是真实，你真正搁做出这么恶心的代志。湘琪阿姨。想早就好啊！你是安怎讲要继续骗阮？欧巴桑，阿姨昨毋是真畅秋，伊伫问阮妹妹姐讲要互你什么婚礼祝福，这都是天公伯啊，互你的祝福。而且哦，伊欺骗你的代志有哪济？连伊报倒来有新的代志哦，嘛是假。底下这件代志，可是医美界的大导演杨志远一手安排。杜伟伟，你别讲话无听啊！你也是跟我袂讲，我先告你回吧。别讲，照你来啊！我怎么来惊你嘞？小花，来喽！这台机器哦，是我专工为恁的长春医院借来。这台机器哦，是专门照迄腹肚内底有 BB 还是讲无 BB 的超音波仪器。今麦咱就请韩湘琪小姐登场一下，毛大家看，看伊腹肚内底是不是真正有白当的 BB？ 哈哈哈哈！江妹妹，你今麦先讲破爱我的婚呢？你的婚礼不是我破坏的，是你自己破坏你自己的婚礼。